好，感恩节假期也不忘关注黑五超级大优惠。东森的黑五特卖会呢，就特别联手了贝佳能，推出超级优惠的无线充电座，让观众的手机与心情都保持满满活力。热销全美的贝佳能 Altair 无线充电座，除了采用一体成型的铝合金材质，且充电接触面里还有大面积的同心线圈，让你快速充电更有效。你的里面的同线圈越大的话，你就是不是正摆怎么放它就可以充了。好，那或者是横摆，我也可以配到它的同心线圈。所以怎么放我都可以这样子的一个充电，我就通通都可以充到电。不仅如此，Altair 无线充电座还内建高标准 A 级晶片，要多重保护。护你的手机 A 级的晶片呢，它在所有的这样子的一个技术上，它会更棒。它有过热，它过热除不会过热啦。你的手机就不会烫烫的。对，它不，它散热快啦。然后它不会过流啦、过充啦。这些你不要让你手机受到伤害的部分，它通通帮你砍掉了。哇！强调输出电力高达10瓦，且支援多种手机型号。贝佳能 Altair 无线充电座，东森黑五特卖会限时限量独家优惠，观众。查询更多详情，请上东森每周电视官网。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。